10月23号，邓紫棋出席某公益活动，呼吁年轻人要多做运动。中学时曾练过体操，又为演唱会狂练钢管舞的邓紫棋，身体柔韧性是相当不错。不过却没有像天后蔡依林看齐的想法。早前邓紫棋自曝16岁初恋时已有结婚念头，就是重提，邓紫棋还是透露希望能30岁之前结婚生子。是，当然希望自己还能在20几岁的时候结婚，因为我妈妈是二十几岁的时候结婚，然后生了我，然后现在我们的年龄差距没有很大的时候，我跟她其实蛮多时候可以讲一些心底话，很像朋友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跟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这样就比较好，所以我希望可以保持在20几岁的时候。近日香港电视申请免费电视牌照落败，引发不小风波。邓紫棋表示自己很喜欢香港电视在网上发布的电视剧警戒线，希望事件能够圆满解决。我觉得如果有那么多的一个心力投放在这个行业上面，我觉得真的是现在香港媒体的环境里面比较需要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想要就是单纯给这个热情一份支持。